男女过夫妻生活，谁的好处更多呢？很多人认为啊，男人得到的好处更多，因为他们是付出的一方。但实际上啊，和谐的夫妻生活可以给双方带来很多的好处，特别是以下这三点啊。先给我点一个小红心，我接下来继续往下说。首先啊，夫妻生活可以燃烧卡路里。这个研究表明啊，两个人在一起亲密三分钟，相当于做了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。其次呢，和谐的夫妻生活会让你睡得更香甜。最后啊，就是它可以缓解压力。现在啊，人们生活的节奏都是比较快的，白天归顺于生活，夜晚我们就要臣服于灵魂了。所以说呢，和谐的夫妻生活啊，是释放压力的关键。那在这里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两个人运动的时候啊，出一身的汗，那个味儿啊，真的会让人兴趣全无的。所以呢，我建议你们啊，试一试这一款古龙香皂。你呢，可以用它来洗头、洗澡、洗脸都是可以的。它的成分啊温和，洗完澡啊全身清爽又不紧绷，而且呢它还会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古龙香味儿，而且这个香味儿啊可以让你的感情迅速升温。你刚靠近那么一点点啊，它就已经闻到你身上的香味儿了。你说有哪个女人能够抗拒得了呢？现在啊，厂家也在做活动，我觉得每一个男生啊，至少要备上个4-5块，左下角赶紧去抢。